Nelle opere di Wang Liancheng ogni gesto esprime un sistema dinamico relazionale, una processualità energetica che fluisce e non smette di vibrare sul piano inclinato delle trasformazioni silenziose, quelle che François Julien ha raccontato in maniera esemplare, avvicinandoci al pensiero cinese e alla sua visione del mondo e della natura. Nel dipingere si esplora, ancora prima del mondo, l'esperienza stessa del dipingere e il pittore immerso nel proprio gesto non è mai estraneo al suo fare, anzi è dentro una logica di convivenza e di comunione, quella secondo cui non c'è nulla da rappresentare, bensì un'intima relazione da restituire.我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到现在，因为早期，吃过苦，下过乡，在我的心灵当中有过坚强的磨练。如果一个艺术家在最艰难的时候，看见了未来的光明，你想想看，他心灵当中那种渴望是一种什么感受？我觉得这个世界是微生物。改变了世界。我呢，就好像在微生物和世界当中的中间的一个艺术宿主，在结构主义美学里头，要把微观和宏观和人类自然穿梭起来的时候，其实我应该就是中间那个桥梁的艺术创作者。那么宿主呢，他是在这个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时间、自然的生活状态下所改变自身。我今天的王彦成，可能和10年以后的王彦成名字是一样，本质上不完全一致了。这就是作为一个艺术家，怎么能从中国的文化当中走出来，吸收西方的文化的一个结果。中国文化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三教合一。那么也就是说，在改革开放时期，这个艺术文化啊，包括的思想，它是包容的。好比我来到这个意大利，尤其是在这个现当代美术馆，看到了意大利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以及所有的专业人员浸入在他血液当中，对艺术、形式、空间、色彩、存在，以及艺术家用生命参与这种存在的这种特殊的这种敏感性，在法国这个土壤深深的给你艺术家容纳，可以为所欲为，用爱自由的创作的环境。所以，滋生了我这个艺术宿主的宿主性，在不断的兼容和改变。所以可以说呢，在学习历史的时候，给我树立起来一座墙。那么就是说，在从事今后的艺术创作当中呢，那要从这种墙拆掉走出来，把我的滋养形成了这个墙，变为一个自己的墙，清空了所有不属于自身的东西，让我的个性真实的存在在不断的
自由地显现出来。我在中国的时候，庆幸地接触了十一世班禅，跟他长期接触的情况下，使我看待存在的这个观念，自然而然地去把自身给萌发出来了。那么实际上，手也好，材料也好，绘画的技术手段也好，你要把它贯通，贯通了以后，变为一种潜在的意识，能够自由地表达，这是一个艺术家最重要的事情。我在法国，来到意大利，我觉得给我的一个重要的启示，创作的时候要淋漓尽致，要为所欲为，一切一切都是在艺术家放松清空的状态下表现出来。佛教当中很重要的是叫一个理念，叫肉身成道，他就把所有的你生命的经历，你对绘画的技术、材料、时代，一切一切的认知，啊，消化了的东西，存储在你生命体的肉体和灵魂的记忆当中，啊，绘画当中呢。把这些一切问题打通的时候，你的情感的流露这部分也就自然而然地给显现出来。所以我在绘画当中呢，最重要的是遵循了一个自由的原则，一切都在不可控的可控状态下，不自然的自然，不敬意的敬意，不完美的完美，这种情况下进行创作，只是一种向未来遵循，向未来发问。我认为呢，中国艺术上似与不似之间这个观念，对中国艺术影响很大，但是对于未来的艺术家，要有新的、科技的、综合性的、自我的东西。把物质逼到极致，啊，把自身解放，具有自身的灵魂、能量跟画布直接的有血有肉的撞击，在这种状态下，逐步都会更加显现自我当下对未来发问的价值。我想啊，一个艺术家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把他的思维逐步的指向于未来，让他亲力亲为的作品为未来的社会的发展，为人类所做出贡献。那么科学呢，使我们艺术家有更高的可能性，看待我们平时肉眼睛完全触摸不到的另外的一个真实的世界。你比方说，研究人类学的发展，研究材料学，研究微观这种科学，研究基因方面，给我们带来了一种新的可能。我们长期美术史上肉眼睛看到的这个表象的真实，在现在来看，观念或许
要重新认定，因为它不等于最本质和最真实。把一个微观的东西放大几百万倍，在实验室里看，真是一个爱情的世界，真是一个另外的一种令人向往的一种存在。所以呢，科技啊，给这个人类社会带来了革命性的、突破性的突飞猛进。但是我觉得一个艺术家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把自身当下包容性的宏观性的那种容纳的精神，那种爱跟科学结合，用这种结合下的这种生命的这种力量传达给我们生活的人们和存在。现在世界上宇宙当中，我认为一切一切都是能量的显现，都是最前沿的资讯和无限能量的结合，发现我们的未来。它是浸在血液当中的一种文化，它很少排他性，就是最早说了三教合一啊。我认为中国的这个文化、国画和西方的油画，包括当代艺术，本质上没有矛盾，只是艺术家用各种手段进行上未来探索的时候，他的思维的理念，他的这种观念的深邃性和明确性，以及它的极简性，这是艺术家在绘画的过程中在慢慢在调整的过程。如果作为一个开放的指向未来的思维方式，一个真诚的艺术家，在他所有的压力减轻以后，释放他自身的时候，他会向这种未来逐步的进行逼近。我觉得每一个创作的过程中，从未完成到完成，要留下这个艺术家生命状态的一个真实的状态。其实我现在体会到艺术就是说不是风格的风格，就是自己的风格。比方说这个人走路的时候经过了太多的训练，当你将要摔跤的一刹那，自我的潜意识去维护你的平衡存在，把一切一切的能量集中在刹那之间呢，那一刻那就是自己。艺术家到最后就像宿主一样，把这个所有的能量集中以后变异去，没有压力的释放的那一刻，那一个创击生命的那一刹那，自然而然的那个真实的你就出现了。这时候的艺术家应该学习了古典、传统、形式、文化的经典，但是又没有在他们的压力下失去自己，这是一个艺术家要做的事情。每个艺术家头上是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把头上的紧箍咒扔掉的过程，实现一个向未来发问的自我。